冲上去再说。喂喂，又到了，直接跳到最上面。哦，噜噜！诶，旁边啊，跳过去哦。哦，变青蛙？什么变青蛙？这样像青蛙吗？ 螃蟹一呀、啊，爪八个，这不是青蛙，这是螃蟹。螃蟹是什么？哎，一只青蛙一条推，两个烟熏市长追。你不，你都没有听到我在乱唱吗？啊，娜娜，我在乱唱，你怎么不纠正我？因为我也忘记歌词了。我在乱唱，你都不纠正我？那首歌太久没有唱了。 哎，踩到上面了！哦，我掉到最下面了，没有路了吗？这里有一个宝箱哎！喂喂喂喂，跳到这里哦，这里一个宝箱是干嘛的？喂，噔噔，神谷顶，回复三格太阳性，还有多高啊？跳的有点累，跳的我好累哦，跳的好累哦。 一直按，手部运动。喂喂，上。哦哦，不不不不不不，真的哎，壁虎啊，壁狗，我现在是壁狗啊。壁狗。哎，壁狗，跳到最上面，一口气冲到最上面，真的是通天的塔哎。喂，超高的，慢慢跳。啊，你跳错边哦。 喂，没有啊，哪有跳错边？那边没有圈圈的话会掉下来的。喂喂喂，我正在努力的往旁边啊。喂，这里继续往上跳。哎，没有了吗？没有了吗？往旁边，往旁边。喂，没有啊。啊！这里没有了吗？哎呜，一直喵喵叫哎，跳下去不会死啊！大神那么神。 大神是神哎、欸！哎呀呀呀，要掉下来了！咦，有够难跳的啦！够难跳，你还是要跳。啊，还是要跳。咦，不会死啊！大神不会死，大神是神。一寸为什么不这时候不出来说说话了？ 一寸呢？一寸哪里？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掉到天空啊？哦，哦，有了有了，继续哦。哦，这里是哪里啊？哎，有宝箱哎，就是为了来开宝箱。干之物，置物喵。 最好有面，天干地支哪有猫啊？哦，继续跳。为什么它不整个柱子都有印记啊？因为这样子才叫考验嘛。没事，随便考验我嘛。哎，又有了。哎，这里有那个哎，人鱼哎，人鱼古钱哎，以后用传送的就好了嘛，是不是可以？ 还是这边只是单向传送，单向传送，哪有这么狠的？有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绕一圈，搞不好有东西藏在背后。哎，这个不是可以走的吗？好啦，没有东西藏在背后，单向传送哦，这么狠哦。嗯。哦，噔噔噔。哎，还要继续绕圈圈。哎，等一下，有宝箱。哪里？这里。 哦，香炉，天干地支没有啊，天干地支十二生肖哎，十二生肖没有猫啊。喂，加猫，对的，真还假的？那就不是天干地支啊，天干地支就只有十二个东西哎，怎么会加猫啊？真是怪透了。猫仙人，我又绕出来了，没看到什么东西，哎呦。
哎呦，要走出去吗？喵。等一下会不会摔下去啊？我有点怕怕的。哎呦，里面有什么？噔噔噔，前面有一只猫哎。那只猫在干嘛？好可爱哦！那只猫在干嘛？天公看，这地方竟然有只猫哎，总是在它的待在塔顶。好一只好奇心深重的猫，不对，它会不会是它自己攀爬到这的、啊？待在那地方只能吃饱肚子吗？所以我要等下吃饱肚子，是不是？我刚刚浪费太多喂一些杂七杂怪的猫，剩一个了啦。完蛋了！完蛋了啦！完蛋了！喂太多猫了。洗牙哇塞，可以走了吗？可以走了吗？我明明就有读过，你凭什么这样讲说我没有读过？没有猫就是没有猫，猫因为被老鼠陷害了，所以猫要抓老鼠嘛，对不对？这种故事，中国神话吗？中国神话。喂，猫叫停止了。哎呦，星座居然出现在这个地方了！哎呦，星座哎，噔噔。要画哪里啊？好多哦，哇，好四个，不止四个，点，点，点，有一个点不好了，点，等一下那个流星要跌了，点，没有，成功了，噔噔噔噔噔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咦？啊、哎呦，五等慈母天照大神又要来了，哦。他为什么要屁屁对着我们？他为什么咬着一寸？一寸，终于得到报应喽！一寸，他们两个人在打一寸呢、欸，把一寸当球玩呢、欸。啊啊！吾等慈母天照大神，城市已被卷入邪气的漩涡，吾憧憬天宫，故藏身于此塔，遥望下界，待君于此地。地神愿在，愿在四慈母麾下，尽效绵薄之力，为慈母架设慈天的希望之桥。真的变成橡皮球君了哎、欸、！B， 我们拿到 B 之笔叶了。哎、欸，他怎么变在你头上了？为什么？对啊，你们几个刚才对我做了什么？把你当橡皮球君玩呢、啊？嗯，总之这就是十三分神中的一个施展笔叶臂足之力的臂神殿下。我还正在想那在想这种地方怎么会有只奇怪的猫？难道说那家伙是保护臂神大人的使者吗？哎呦，奇怪的猫！看，猫的石像开始发光了。原来如此，你已经取回臂足的能力，所以现在只要对着那些臂神像自由发挥啦，就能对着那些臂神像自由发挥。天公只要把笔放到雕像上，放到雕像上，向墙壁画线，臂足的力量一定就会寄宿到墙壁上啦。哎呦，什么意思？握笔要画什么？这样子哦。画上去。纸，这样子哦。对啊。哦，就画一条线出来，是不是？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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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公，所以臂神像以为起点画一条线出来，就什么线上就会浮现臂神之文章啦。只要这样子，臂神像里召唤出来的文章就可以沿着它自由的在墙上攀走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不是有很多地方都见到臂神像吗？快去试试吧。真的很多地方都见到哎、欸，又要画了，随便乱画哎。他们说随便乱画都可以哎、欸，我
们来试看看。我嘟嘟嘟，我嘟嘟嘟，我嘟嘟嘟。哦，这个叫随便乱画吗？感觉好像也是个直线啊。不用直线啊，他们说不用直线啊。你看，你看看，可是随便乱画只是苦了自己吧。喂、哎，跳上来了，那上面有什么？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一只巨大的猫吗？一歪点。嗯、哦，只看得到它的脚而已。不好意思啊，调查哦，好大的喵雕像。哎呀，哎呦，哦，他在看哪里啊？嗯、哦，咱们终于把这高的吓人的塔爬完了。不过有风吹起来，感觉真不错。哦，结束了。就这样，拿完笔叶要回去了，要下去了。下去吧。哎、欸，这里还有东西哦！不要随便就叫我下去嘛。不然呢？还有东西啊！还有东西。哦，噔噔，太阳碎片。哦耶！所以我们现在真的可以下去了，是不是？嗯、啊，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咯。啊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哦，娜娜，嗯，跟大家说声再见啊！好，拜拜。哎，拜拜！哦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死掉了，飘了好久。哦哦噜噜噜噜噜！哎，哦不不！哎，我们到地板上了。哦，安全了。喵，拜拜。好神哦！哦，谢谢大家。